月这么大只还可以这样算，蛮会长的哎。大来大，大来短，都会比较短。他这一次被追这么可怜，你知道吗？一直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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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主人。他丢的时候是这么大只的吗？这么小，这么大只。几年的？这一次应该超过一年多，我跟你说，山上的狗不会超过三年。为什么？不晓得。不会超过三年，就是说他来这边两三年之后就没有了。他的疾病，从他死呀。疾病等等都有可能。那次本来皮肤病多严重，你知道吗？他刚得了一下。我看了这边，要不然有人会帮把我倒掉，不然会搞我这边。他们就来这边喝了。不知道你固定的地方，他们就会出来。是哦。一天一餐嘛，一天一餐嘛，哈、哦。两天一餐。两天一餐啊、哦。倒很多。哎、哦，倒很多。我跟我说，阿姨是要怎么倒这么多？我昨天没来，我明天没办法来。所以我今天必须。如果他们如果没有饭吃怎么办？没有办法，我不知道在那边等。在那边等，看东西在那边等。啊，这只狗看起来好好，那个皮肤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我的狗都这样啊。他们一不好，我就赶快要给他吃。等一下，我如果吃，我。可是这只狗看起来还蛮瘦的呢，它。对呀、啊，它可能有病。龟、哦、甲。我一部车已经为了剩下这些人。这里快多久了？我全每天都这样吧。十年。这样好，我这两天说我十年。好。那这些饲料吓死。但是这啊，为什么不吃这个是？为什么不这样吃那个饭剩下的饭菜？没那么多。他有给我一点点的可是那一些餐厅，一些餐厅不能跟他这样要求吗？他们没有三十，可是麦克，这个车是在那个曾经有进行到手，可是哈、哦，我跟你讲，黑条估计哈都处理就，所以我宁愿他死。对了，所以这个饲料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的，真的快受不了了。幸亏我有女儿，稍微都会帮我一下嘛。一个月要多少钱啊？饲料多少？都是用钱啊。三万。一个月要三万多。哎，有面包店给我面包啊。哦。我水不够，刚刚装的，这个面包不。他们就来吃，这边大概几只啊？我跟你说，这边曾经有十几只。都好啊。过来。那个事情变化太多，尤其从这个地方刚开始的时候，到下一个站有本来有差不多20只，现在剩下没有3只，他很好戏。阿玛伯，我曾经看到。可怜红莲，他这一次事情，他们说他想要养狗，他叫我如果有小狗的话，叫我带给他。好，我带上3只，结果被人家抓去当狗肉的2只。